头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终点是，来我们看一看。哦哟，这么胖吗？哦，这是你家猫对不对？是的。来，拿个逗猫棒，你们先看一下这终点色的颜值啊、哦。这是属于蓝霜的终点色，这是他们家的猫，你舍得不？你舍不舍得？你刚才这个装饰是？我的小粉丝啊，是不是经常看我在手机上？现在有点害羞，有点害羞。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属于蓝霜的终点色，这个是浅色系的海霜的终点色，它的脸就是一个黑脸，这种蓝终点还挺好看的。哦哟，好胖啊，小煤球好可爱啊，一直在家没出去过。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湘潭，主要就是把猫送过来给我收，还是来长沙玩了？没有，直接过来的，就是想在店里看你说不说无所谓的。看一下，我崽主要是一直想来你们店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只双色的布偶猫，也是一只蓝双色，蓝双、哎，也很甜美哦。其他三只都是重点色，你看这个也是重点色，它们的眼睛都挺大、挺圆的，色度还是比较蓝的。你像我今天收的两只双色的，也是比较甜的，今天收回来，今天就卖了，也是比较受人喜欢的这种品种，因为性格好嘛。这个猫三只蓝双抱出来吧，哎，老五你抱一下，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第二只也是一个蓝双色，眼睛。超级大，圆溜溜的，很多人就喜欢这种圆眼睛的这种布偶猫啊，也是一只重点色，戴手套的。你看这个白色跟灰色，这个就叫戴手套，毛量也是非常好，特别的浓密。来，老五你再来抱一只，你抱两只，我抱两只，等一下就一起给大家看好吧。第三只，哎呦好秀气啊，这一看就是个妹妹啊，都是妹妹，都是妹妹是吧？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唯一的一只双色布偶啊，好甜美，圆溜溜的眼睛，嘴套也是很标志的一个嘴套，开脸开得特别的齐，背的话是一个满背，我们站在一起看一下吧。 Here'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、oh.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, but you're not,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've been through。你报个价嘛，从这么远跑过来，我报价，那我们是第一波，我们也没有卖过。我确实是看你的视频跟了很久，从那边一直到这边，从德士琴那边一直到这边。对对对，我给你参考一下吧。重点色呢，没有双色那么值钱，但是出于你这几只重点色比较好看，长得也是比较干净的，灯上啊、耳朵啊也很干净，包括它的颜值啊也是很高的。我参考一下他们吧，他们是不。花钱一只，我还是按同样的价格可以收了。然后重点色的话，平常的重点色的行情是在一只，但你们养的比较好，我能出个四只这样子。可不可以再讲？因为我讲实话，我可能舍不得的。我本来是跟我老公说。你这样好吧，你要说再加1000多块钱加不了了。我要加1000多块钱。我直接说好吧，那其实重点色吧，每个加200，光色还是那个价格，你觉得你们能行的话就放这里。我觉得放在这上面。啊，我觉得放在这上面。啊，找个好人家。那必须的，我的粉丝都是好人家，喜欢猫才关注我嘛。把猫出给我了行不行啊，好不好？人都不能拿好的吗？啊，我说到底都是猫。可以吧？那就这么地啊，成功的排下了4只布偶猫，3个重点色，1个双色，都是特别甜美的。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，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拜拜，好吧？好，拜拜，拜拜。